太后我妈妈，她真的不合格，抱我的手在抖掉，失魂落魄。到我八岁做功课，给我气到要打要拆。问我八岁的妈妈，有没有好一啲对策？十八岁的妈妈，她还是不合格，不了解我的兴趣，把我朋友当做贼。管我今天的去处，管我人生计划，为何妈妈的思想与我多么的不合拍？但我知可能做得不是最好，肯定是他拼命来做到。虽然听不懂我的倾诉，从不嫌弃我把苦水吐。岁月把他的身躯已经磨得不合格，体力天天下降，脑筋有时困惑，每个小小的病痛也会是一个惊吓，只担心那一天会天人相隔。其实已做得不可以再好，自问我亦不可以做到。可能当他在听我的倾诉，默然把我的苦水吞进肚。有种爱叫做母亲的爱，母爱能把天地覆盖，而我的孩子听我讲了我妈妈的故事，她笑着说：爸爸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